禅哥，你的心跳真好听。我的胸膛里面有两个灵魂，你的和我的。我一直记着你说的话，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，即便得到天下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过去害怕违背经书的誓言，畏惧宿命，以为我们的爱情不过是镜花水月，有缘无分。然而此时此刻我才明白，我们曾经纠结的那些风风雨雨、分分合合，他们又有什么重要？我寻遍了天涯海角，能像这样躺在你的胸膛，倾听你的心跳，我才能让我的灵魂得以安住。这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坎坷，蹉跎了太多岁月，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用我全部的余生去爱你，和你长相厮守。那就让我们的余生马上就到来，我想永远听到你的心跳，不是一时一刻，也不是一天一年，而是一生一世。我想带你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这顶扰人安睡的王冠呢，为何还要放在枕边？威严的王冠，权力的象征，当年是我的母亲用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安放你的位置，可你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佩戴你的人，就像一副沉重的铠甲，一边保护着你的主人不受伤害，可又让他不堪重负。父亲，当年你没有能力保护我的母亲，现在就让我来保护你吧。王上，父亲，作为周王朝忠实的追随者，作为你的儿子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保护你是我的责任，既然必须要奔赴一场死亡的盛会，那就让我替你完成这一切吧。妃，王上，父亲，陪带过他，但是你看，
他还是那么光彩夺目。他要霸占我的尊荣，撤销我的法律，一个无法无天的新时代真的要来了。他还要亲手为我挖坟掘墓。父王，我会用杀戮和鲜血来证明我大周王朝的尊严。战争可以证明尊严，可这种尊严却无法带来利益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他会从我手中失去，然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。今天这个时刻终于到了，我要付出的代价。就是我自己。儿臣见过母后。大王忧劳我秦国国事，日理万机，今日怎有闲情来我这里啊？孩儿收到信报，心中有些疑虑。过来。你退下。诺。大王心中有何疑虑？周天子即将把宋鼎和禅让之礼合二为一，天子要前往魏国举行仪礼，天子此举到底是何用意？若天子只是去送王鼎，倒还顺理成章，毕竟那是天子在会盟前许下的诺言。哪个诸侯成为了诸国盟主，便把这王鼎赐予哪个诸侯。可是天子要去魏国举行禅让于太子的仪礼，此举孩儿有些想不明白。我倒是想听听大王如何看待魏国在现今天下的局势中所处的位置。现今楚王已死，楚太子虽然继位，但是楚国已经元气大伤，短时间内恐怕很难恢复昔日的强大。韩王暴毙，今书代王行权，燕赵齐三国素来不和，因此他们之间少有往来，现在天下只有魏王一家独大。现在的天下貌似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，但实则却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聚拢。您是说周天子？据说魏王既懂得抚琴之道，也懂得韬晦之术。周天子虽然不通音律，但是却下得一手好棋。姬元伯在楚国待的时间可不短呢。楚王身死，楚太子继位，今叔安然回到韩国，这其中的微妙之处你可要好好的体会才是啊。母亲，您是想说下棋我是不会的，但抚琴之道我倒是还能说上一二。据说皇帝当年闻凤凰之名而制十二律，这瑶琴分宫商角徵羽五音，一弦为黄钟，三弦为宫调。这抚琴之道缓急得意，若火候不到，一味心急，催琴古弦只图痛快。霸道是霸道了，但一来
不是大家风范，二来容易弦断曲终。孩儿明白了。王禅回到魏国后，先与恒娥厮守在学府，现在他们已经收拾行装离开魏国了。退下。诺。他们终于还是在一起了。大王，我们是不是杀了这对狗男女？这个已经不重要了，王禅已经不在本王的棋局当中了，就让他活着。啊！不要让他活着看到本王登上权力巅峰。不要让他知道，没有他，没有他的所谓变法，本王也可以称霸天下。太好了，等我们到了地方啊，你就每天负责打猎，我来做饭。不对，没有粮食也不行，我们还得在路上买点种子，这样的话我可以开田种菜种粮食。这些力气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我来开田种菜，挖一个池塘养些鱼。对了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什么？先盖间房子呀。不，盖四五间，一间住人，一间吃饭做饭，还有一间放些闲置的东西。我只要一间屋子，要小房间，这样的话我在屋子的任何角落，只要一抬眼就能看见你。都糊了。
今日我们就永远离开魏国了，马上就可以走大道了。来，这，哎，哎，你们下去吧。诺。父王，细作来报，王禅与恒娥离开了大梁，看样子是要隐遁山林。消息是否确凿？消息倒是确凿，可我担心，这又是王禅做出来的假象。没有担心，我不要听你的怀疑，我要听你的答案。魏王负王禅在前，汝恒娥在后。王禅对魏王剩下的恐怕只有仇恨了，那我们和魏王之间的争斗，王禅应该不会介入了，这一次可能是真的。你要先把你和王禅之间的个人恩怨放下，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诺。王鼎，国之重器，以王鼎置九车之车，恭送出城，送至魏国大梁，交与魏王。
大王，你知道吗？他其实可以不用死。如果最后他不把那杯毒酒给我喝。 真是太可惜了，最后他还是做错了选择。求大王遵守诺言。我答应过你什么吗？大王，你答应过奴婢的，又留下奴婢。 腹中孩儿的性命。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我可能还会考虑留下你。但现在，就是因为这个孩子，我怎会给自己留下后患？ 禀告大王，周王已经启程，不日便会到达。遵大王令，一切已做好准备。有我姐姐的消息吗？王后发来消息说，周王此次送鼎禅让之意，甚是诚恳，可以信任。退下。诺。 拜见王上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，你们效忠天子的时候到了。
小二，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喂点草料。好嘞。招上。老铁哥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有客房吗？这边请。招上。菜，来来，里边请。看到他们了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了。任何事，任何人，都不能阻挡。我并没有。你并没有利用我，我知道。刚从大梁赶来，魏王已经开始筹备迎接王鼎和周王禅让的仪式，而周王也已经在运送王鼎的路上。一旦仪式过后，魏王将成为真正的天子。魏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明的君王，他若成了天子，天下百姓依旧会过着被奴役的生活，而且魏国远比周王朝要强大，他一定不会甘心只做一个名义上的天子，那时一定会挑起天下动荡和杀戮。大周天子前王后太子弘，周都虎贲将军莅临魏国都城，天子仪仗入城。周王携王后、太子来参加魏王谋划的禅让仪式。此时，各国诸侯，甚至全天下的人，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场权力巅峰的毁灭。舅父为什么没有遵从仪轨出殿恭迎父王？住口！
请天子上殿。天子驾到，恭请天子入座。放肆！舅父大谬，父王驾临，你不出城迎接以示为礼，让王上坐在你的下手，更是不敬。你分明是用对待诸侯的礼仪对待大周天子，禅让之礼未行，王上就还是王上。我的好外甥，你的身体里果然流着一半我魏国王室的血，这一半血液里的忠诚和勇敢，在关键时刻总会打败充斥在另一半血液中的怯懦和软弱。不如今日我们把那些虚礼都抛开啊，让咱们这一家人啊，一家人好好享受一下没有约束没有负累的亲情，如何呀？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坐，来来来，大家都坐呀。我的王上，你何必还拘泥着王的礼仪呀？你这孱弱的身躯背负这些虚妄的东西太久了，我都替你嫌累。来来来来，你看，像我这样，这样，来，像我这样啊，多舒服啊！试来试一下，来，来。哎呀，确实舒服很多。王上，这是会盟使摆放在盟台的九鼎，这是被你顶礼膜拜，象征着权力的法器。可是今日咱们拿它来煮肉。姐姐，吃啊吃啊，你们要尽情享用啊。哎呀，我把它解开。啊，这么重的东西带的久了，突然卸下还真有点不适应。那就抛去本不属于你的负累，你该轻松才对呀。轻松？你早就应该把它给我了。我们做个交易，让我来担负这个沉重的责任，而您去享受平和的心境，我还能赐给你舒适的生活。王上您意下如何？季民，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老魏王，不过你有一点不如他，你没他有耐心。不要把我跟他做比较，你的耐心是浪费时间。回家。诺，我在你的身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。我曾经那么的相信你，可是你呢？你一直在欺骗我，利用我。你才是易守营的始作俑者。当年你杀了王错，让魏国失去了一个强盛壮大的机会。你利用易守营削弱我的力量，会盟的时候你利用我压制楚王，你千方百计破坏我与王禅的变法，你挑起我与楚国的争斗，我把时间都白白浪费在对你的效忠上了，可是我又得到了什么？
这么多年来，你上演了一场场的好戏，骗得我楚王还有天下的诸侯啊团团转，你挑拨诸国之间不断争斗，你要我们自相残杀，你却坐等着受渔翁之利呀！啊，你装出一副软弱怕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呢，你才是最凶残的幕后指挥。我和我的父亲的确是有一点不同，那就是我做到了他一直想却没有做到的事情。当明天第一缕晨光照进这幽暗大殿的时候，这王冠便戴在我的头上，到时我便是君。你为臣，我同样也会做你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。现在王鼎在我魏国这至高无上的权杖在我的手里，是时候让天下的权力重归于一人了。季敏，你太操之过急了，你为什么不遵从老魏王的意志，等到红长大，等到死亡把我带走，再完成权力的更替？季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心急呀？今日大王宴请天子，共商禅让之事，这是举国同庆的大事。大王赐御酒以示王恩，与大家同乐。将士们辛苦了，共饮此杯。感谢大王的恩赐，谢大王，干！